家好，我是阳光男孩伟峰。这次视频我们到了第500个，非常的高兴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要不断的坚持在做这一件事情，把它做到最好。好多的时候都缺乏了这自我沟通，那通过了一次，可以检测着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好。在这个COVID-19的这个发生，真的影响到好多好多的这个企业，所以在这个期间当中，可以提升自己，变得更加有信心，可以继续往前走。在这个阶段呢，可以让自己静下心。更好的一些商业模式来去进行，可以在这个COVID-19过后的时候，让生意突然的一个冲刺。在这个思想上呢，真的是非常的重要。信心会影响一个人，当自己开始相信了自己的时候，那一股力量是非常强大的。相信可以让自己处于这个勇者状态。当一个人勇者状态的时候，当他在做一些事物的时候，是非常的享受整个的这个过程，无论是多么的劳累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都是可以让他能够享受到这一些些的喜悦，就好像在打电动一样。当在打电动的时候，哇，遇到了一个难关的时候，哦，就会想办法，一直不断的找着一个方式来破解，来让自己突破这一个关卡。当突破的时候，喜悦就是那种成功的感觉了。